你们想干什么？哼，想干什么？你不把赤龙剑交出来，你就等着给他送死吧！哥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赤龙剑。你不是个手艺人吗？给你一天时间，如果你交不出赤龙剑，哼，走着瞧。走。胖妞，哥来救你了！哼！哥，救我！把剑拿过来！把我妹放了！把他们给我杀了！先走。有点能耐，快黑车驰灭万顷走向。